Peace for Ukraine or Ukraine. Cách ngàn dặm xa, chàng ơi đã có cùng ta vòng tay một thuở thân ngà ấp yêu. 其实我不忍心啊，没办法拒绝，我没有办法拒绝我自己那个心啊。我知道很清楚，我收养他们以前，我也有打电话给一些。 在泰国的人，我说我现在真的很挣扎，我就到我瘦了以后，就最少10年10几年了，会被折磨死的。我有讲了，如果有泰国人，那个有跟我帮助翻译，他会知道的。我讲好几次了，知道就忘知道，做还是一样，还是没有办法了解吗？我。 那个，如果等久了以后，也许也可以送给什么寺庙的。不过我看他们那个泰国外面的街上的狗啊，病了就变掉毛那边那个长什么瘤啊，看着非常脏啊，很瘦到这个样子，连那个妈妈那个。 那个主人在旁边也有喂他一点，这样还瘦到什么骨头就可以算出来。何况那些街上的，不管是谁养，他们养狗不是像我们养一样啊。比方说，我隔壁有一个杂货店呢、啊，他们也有几只狗了，他们很善良的狗。每一次我过去啊，他就来跟我要东西。 那我进来那个店了，买一点什么面包好的，就给他吃，他就吃了。他不认识我过来跟我要东西，我认为他们就是那些，要什么福报了，加实力。结果不是啊，有一次我经过那个地方，我要进来买那个杂货店买东西，然后我看那个他们给他吃的东西。 就一大碗的饭，白饭的，那上面有一条那个小的鱼了，像这样子，那么小，这样这么长那种小小鱼，他已经吃光了，剩下骨头而已，留在那里，然后整个晚饭也没吃，就是这样子，已经有主人了，那个是一个杂货店了。 不是说没有钱了，懂吗？而是就这样对待狗而已，这样子已经最好了。所以那只狗我看它善良的，不过它很那个很沉闷的昏沉那种啊，不是跟我狗那么活泼 ，My God， 你跟它玩的没办法的，哈，太多力量了。那只狗它走路很慢了，懂不懂？眼睛也钝钝的，就是这样啊。 不过我也没办法管那么多了。每次我又给他东西，我先跟主人讲好了。我说你这狗啊，好善良，我很爱它。我现在买这个给他一点点啊，结缘好不好？你允许吧，这样我才给他。了解吗？因为人家有主人啊，不能随便这样子。 在前面丢一丢，好像你很有钱啊，看不起人家的，那个对待狗的方法。不过我住那边也不久了，大概一个月什么左右。后来要去别的地方了，也是为了安全问题了。啊，去别的地方以后也不行，也要去别的地方，要再走了。去年呢。 是最惨的一个年了，一天到晚要逃跑，住哪里都不安顿，因为那些护法跟我讲事情太可怕了，他模仿很清楚啊，如果在那边继续留的话会怎么死的，啊，模仿很跟我描述很清楚，是用什么方法的。
松手他会用什么办法的等等，不同的地方他讲不同的方法啊，所以不能不走了。嗯，有时候那个时候刚认识狗嘛，我也舍不得这样子走，让他们在那边，所以以后常常跑来跑去，以前呢、跑来跑去，不过不能天天这样跑啊，安全的时候再回来，有时候不同国家回来然后再出去啊，当名士没那么容易了，所以什么人都来在那边自生就来，他们自己嘲笑自己的了 ，OK， 给天堂大笑了，没用啊！不是说哇，我就是名士，就是名士吧，不是这样子了。你如果能够的话，你看那个佛啊，也被缠到脚了，耶稣基督也像被钉了，穆罕默德先死了，祝他和平了，还是一样被人家吹下整个被子，有吗？然后某某哦，好多我讲不完了，我讲不完，你们自己找书看吧 ，OK？ 因为讲的话我会掉眼泪，我会哭啊。好多的名士都被杀很惨了，不是用刀割就很快而已。有一次我跑累了，就跟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死就死嘛，算了，我累了，我不跑了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”我说怎么不行，他说世界还需要你，那我就听着来，听这样我还是打包走了，听懂吗？不管他讲对不对，万一他讲对呢，而且他为什么骗我，了解吗？他讲很清楚，描述很清楚，可以看得出来。然后也不是一个天神讲很多的，懂不懂？因为有时候他一个讲不听，我不听了，我太忙了，然后就不听。等一下另外要来，要跟我说一样的，然后另外一个也要来跟我说一样，到我走为止啊。不然他不让我睡觉，不让我打坐，吃饭他也来吵，说你要走了，啊，打坐他也来吵。吵这个吵不是像那种大红中那个吵了，他吵你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不听的，没办法听不到的。你们记得那故事，师父说我睡在一个寺庙的很大红中旁边，有没有？一叫起来呢，整个村也会听得到，两三个隔壁村也听到，有没有？跟道场的钟一样嘛。我也听不到的，懂吗？然后人家敲门很大声，好几次我也听不到。不过那边那个天神讲的时候，你没办法不听。隔壁，比方说有一个人睡在我旁边，我是坐在我旁边，他听不到的。不过我不能不听，我不能听不到，这奇怪的。声音很小了，比方说跟你那个闹钟一样，那么最大是这样而已，然后平常都是小小的，跟那种比较吵的音乐一样，不然的话传真机那种一样，懂不懂？不过你不能不听呢，奇怪了，我马上就起来了啊，然后就听他们传信了。传信不是说用口传的，我还是要起来查查看的，像 email 一样，有没有 email？ 你拿到 email， 它会有一种声音给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不过你还要自己出来，那个按这个按那个钮啊，查查看呢、啊，是要写什么东西，类似的，就是他们上面比较文明啊，无用机器，啊。我这边当然没有机器啊，是用那边查的。我外面不知道那些 email 什么的，那边很清楚，因为我们这专门用这些了。外面 email 我很难拦着水了。
喝这个以后就不用吃饭了，喝两三个这样子就饱死了。就是最后一个我试看看了，三个医生了，如果这个不好的话我就算了，不要再吃任何药了。我肚子差一点变成药房了，懂了好多，现在还有很多放在里面，我吃太多不舒服。这个是最后的啊，如果没效的话我就不管它了，那死就死嘛，活也是这样，没什么好东西啊。为了大家合法了，就跟你有小孩一样嘛，有时候你也不是说贪生畏死什么，就是小孩还小了要照顾他们，然后跟先生吵怎么样，家庭啊、不和平怎么样，你还是继续为了小孩而活下来嘛，懂吗？继续下去啊，也是这样。我对你们就跟对自己的小孩一样，没有两样的。我对狗也是一样，我跟他们说，我既然不是你妈妈，不过我爱你跟你妈妈一样，所以他们很信任师父了，信任。啊 ，Cheers！ 哇，最后了。不晓得这么晚会不会有效。本来早上应该早上中午以前要吃三次，结果忙东忙西啊，忘记了啊，是有三点了，快三点了，不可能了。哦，是的，这个本来是下午的，是第二餐的，结果这个早上还没吃完。 Oh my god， 就是这样，我不是不乖，就是忘记了，然后忙东忙西啊，然后就放在那里，我已经带来了忘记，何况有没有，有很多事情呢，他要你处理没办法。 OK 了，有没有新的人来要问什么东西？在那边什么都会有了，有回答了，说连线，你为什么不连？断了。为什么断？原因？师父当场把我们断掉的，没有原因。不可能的。9年半了。大概你给人家摸到，或是相信别人，或是相信那些说他已经上师父，然后等等，是这不对的东西。没有，我怎么能够证明呢？我带着证明过来的。带什么证明？写信给他们，他们不理我们。给谁？西湖道场。写信给什么？做什么？要求跟他们连线，他们把师父所有的消息给我断掉了，我就靠电视不上师。电视台，我们一起跟着这个电视台修行，很伤心，很伤心，师父。好，不会的，不会断掉的，我们内线不会断，外面断没关系 ，OK？ 因为你大概写太多，他们不想回答 ，OK？ 好了，内线不会断的。就外线不要写那么多啰嗦干什么，那边都有答案 ，OK， 你专心就会拿到答案了。谢谢。最安全就是那边沟通，不要外面，不管他 ，OK。好。Thank you.